的理由。这个弯道出来，最后一圈大几百公里了，弯道控制住了，加起来最后一个弯道，大家大家出来，从此第一站干净。想过很多次，好像说拿冠军是什么样的庆祝方式，但是冲过终点线那一瞬间都忘了，就觉得太渴望这一切了。其实赛前压力还是好大好大，发挥比较稳定吧，然后跟队友一起配合，其实，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，然后包括老师，包括领导。我觉得每个人成功不是说运气或者是天赋，我觉得天赋是一定是在努力之下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没把自己当做奥运冠军看待。要付出120%的努力，对我来说，我不是去守，可能我也是去争冠军，因为能拿冠军的人太多了。